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，既然是红毯，自然少不了女明星们争奇斗艳。今年的北影节开幕式将迎来众多兼具实力与魅力的女演员，其中三位优雅女神陈数、俞飞鸿、袁泉也将亮相开幕式。红毯明星阵容的不完全透露，这些明星不仅个个颜值爆表，还都是实力派选手，期待他们为中国电影创造出更多的精彩作品的同时，也期待他们的红毯造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